back up, back up, get away。我国的国宝大多是在动物园享受生活，先建好了卖个萌，而澳大利亚国宝却是出了名的暴脾气。视频中，一只狗狗对着水中袋鼠不停狂吠，下一秒袋鼠直接把狗狗按在水里摩擦。要不是跑过来一只白色狗狗，这只狗估计就危险了。这位小伙高空跳伞，眼看就要着地了，这时两只袋鼠不知道从哪里来，二话不说对着小伙就是一顿揍，连续打了小伙两次，打完之后跑得立马眼儿都没了。袋鼠表面还好可爱，实际上是战斗爆表，就算是职业拳击手也不一定打得过他。在澳大利亚，袋鼠伤人事件频频发生，如果你去看望袋鼠，一定要保持距离，不然被揍了，都来不及了。